大约80名家长今天高举横幅，更高喊反对，表达不满。他们认为，虽然教育部把教学的自由权交给老师，不过只要一名学生要求学习找鱼文，其他学生就得立即认识找鱼文字，因此将它列为课外活动更为恰当。 依然收费，通告没有承认，却先学找疑问。今年过，心情有点灰。当初投票给你是否不对？你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？所有的希望早已全都熄灭。 前口口声声说莱纳斯要更新执照，就必须把废料运出国的环境部长杨美莹。今天被记者追问这项课题的时候，他只是说这是内阁的最终决定。在希望联盟的竞选宣言中，我们已经白纸黑字的明确写下来，一旦我们执政中央，我们将承认独中统考文凭。国政做不到，希望联盟做给你看。 老马依然霸权，安化成了炮灰。阿兹敏的据点，偷拍的会是谁？今年过，心情有点灰。当初投票给你是否不对？你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？ 所有的希望早已全都熄灭。今年过，心情有点灰。当初投票给你是否不对？你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？所有的希望早已全都熄灭。 全都熄灭。今年过，心情有点灰。当初投票给你是否不对？你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？所有的希望早已全都熄灭。